扫拖机器人品牌云鲸发布 J2 新品，实现拖地全自动。9月26日消息，昨日，扫拖品牌在官方天猫直播间举行了新一代产品的直播发布活动，正式发布新一代产品 J2。据官方介绍，J2有自动上下水、自动添加清洁液、自动回洗、自动烘干拖布、雷达360度 DI 防卡等功能。云鲸将自动换水做成了一个类似拖地模块、扫地模块的功能配置键，方便用户选择。这样哪怕现在买的是普通水箱版，未来想要升级自动上下水功能，也不需要重新买个机器，直接购买个模块，性价比高。为了适配全部用户的家居环境，解决用户安装难题，目前云鲸同第三方服务团队合作，为用户免费提供勘探、安装服务。